子琳，高中的时候有没有收过情书啊？我高中的时候就跟个小男生一样，怎么可能会收过情书呢？真的假的？我以为你一定有收过一两封哎。没有收过情书，倒是有收过一张很浪漫的纸条。浪漫的纸条，可以说一下吗？在那个夏天，某个灿烂的午后，坐隔壁的男同学修男的梯，那个递给我一张纸条。真的假的？那上面写什么？上面写着 ：BBA 朱熹，猪猪 BAC， 二根号二，三十二。哇塞，太浪漫了吧！我天爹，以为是告白啊！真是太令人生气了。接下来就让我们欢迎许巍亲手带来的《One Summer Day》。